真从。快点，开始了。开始好，先祝福你自己。好，先感谢大家上来台北，承蒙大家照顾啊。二叔叔、三叔叔还有小叔叔哈，阿妈，还有阿财叔叔。对啊，大家都很照顾。哦，你还用归纳呀？没有品质。阿妈，祝你身体健康，较早困的哦。祝你逐天拢最好眠的，安尼。不会。最好眠。阿妈就送的啦。爸爸，对，对什么？对，非常的不解。好开心。对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没关系啦，想流眼泪就哭了。对，非常的。要向阿妈讲感谢，还有妈妈，对，对，都是感谢。对什么？感谢什么？然后那个在彰化辛苦了，我尽量不要给你们担心，然后祝你们爸爸身体健康，妈妈也是身体健康。